稍微有一点影响。我们现在的大家看到的每一个样品啊，实际上是封在不锈钢套管里的。这个不锈钢套管主要是起一个保护作用。那么我们在解剖之前呢，先要把这个不锈钢套管去掉。去掉以后，里面有一个石英管，石英管是密封好的。再从石英管呢，我们目视啊，用眼睛可以看到里面的样品的大概情况。但这个时候，我们要到下一步，要在当着科学家的面，去再把不锈钢套去掉，看里面的情况。样品的取出到包装箱，整个过程非常顺利。后续的话呢，我们想。